还是双击。真的、啊。这么久。这次来，我加入了两位导演的行列。是啊。对，我也变成了单亲。啊，毕竟。你现在变成了单亲的，是有时候不是只有爸爸，有时候不是只有妈妈，有很多。有很多的因素，那当然就是等小孩子长大到一个点的时候，自然我们用大人对大人那种方式，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您现在也是单亲的，那对你的是，就是爸爸今天跟妈妈离婚，大家都受到伤害，受害的当然最深的是小孩，无辜的是对无辜的小孩，双亲当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。对。引导他讲出他的想法，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把你的心里的事情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出去告诉他，让他知道爸爸心里什么，然后公司上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你们觉得因为你年轻，所以比较快。因为像刚刚那个我们叫侯爸爸，他花了4年小孩才走出失语症。那您现在不知道你们小孩多大了？小孩多大了？对呀、啊，这个下雨太重了。大家一起来，轻轻地划过去。那请问你是如何？我演出的大概八位，对，另外有4位是不大愿意。在那个当下，爸爸在上班了，爸爸在这里。啊，广告来，做茶线。是啊，这个就知道相关的。画画。小红，你看，都很漂亮，你看做的都好漂亮，你看。你看都好漂亮，有没有？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下雨太重了，轻轻的划过去。故事来说的话，其实我因为是，我那时候离婚出来，我那个离婚的时候是因为不没有举办过，针对父亲的一个表扬的活动。可能这几年两性平权的意识。爸爸，我好爱你！爸爸，我好爱你！想念的一些。
那开始了吗？还没。还没。他们都不会教导你。